新的 MacBook 是因为他们。 哈密瓜，还有这个 roasted chicken wrap， 还有三条巧克力跟这个trail mix， 就是有一些 nuts， 还有一些巧克力在里面。 昨天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 make appointment， 所以就没有办法。然后我们就昨天 make appointment， 然后他们说今天可以，就是让我们把电脑带进去修。对，希望没事，因为今天只是要检查而已。但是假如有问题的话，就是可能要送去那个他们的工厂修。 今天我们要去办事情，
我的绿卡终于有一点进度了，所以今天要去盖那个 fingerprint 叫什么？fingerprint 叫什么？手指章。手指章，手印啊，手印应该叫手印。嗯，手指章，笑死。超级 craving 那个麦当劳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一定要来点麦当劳来吃。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在想，就是我要配豆浆，就是吃麦当劳我要配豆浆，所以我也就是把我的豆浆放到杯子里带出来喝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公园吃东西，然后 Michael 跟他的同事吃饭，然后呢我等一下要去剪头发了，终于就是我已经18个月没有剪头发，然后我也需要烫头发，因为我的头发就是有自然卷，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要用那个离子夹去夹我的头发，不然就是会很爆炸。对，然后也可能会把它稍微剪短，剪到大概这里吧，希望是可以剪到这里就好了。但是我下面好像蛮多头发坏掉的，所以上次理发师说可能要再剪更短， So we will see， 希望不要被剪太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长头发还是比较好看，好像比较大了，露出来是真的好漂亮。
要一直看别人怎么打，因为他给我们很多动作，他不是只单一的一直打一只手而已，就是在那边换来换去，然后还要后退有的没的，所以就很 confused， 所以我就要一直看别人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剪的头发，我以为说在那个锁骨以下的长度不会太短，可是发现剪出来之后好短哦。可是现在头发就是很好摸，因为我把那个所有就是损坏的头发都已经剪掉了，所以现在头发就是超顺超好摸的。All right, here too. Thank you. I got nothing. What'd you get? Avocado toast? Yeah. Wait, did you also get avocado toast? Okay. I got it. It's over there. We didn't get any avocado toast. I got avocado toast. Thank you. I cannot even do that.